我该成为怎样的演员？在不同时空里，在不同的时空里，在不同时空里，我都会永远记得你。情绪需要酝酿，默契等待熟成。你会记得我什么？对你的第一印象。It's me， 我的印象风味。无与伦比的坚持，才能熟成崭新的灵魂。时光孕育极致，只为成就完美。一点点生活，一点点自在，一点一滴的淬炼，品味卓绝，尝一口深入心坎。雪莉王者，麦卡伦。